杨千玺在上飞机前，有一个洛杉矶当地送机的粉丝想送千玺一个比较大的抱枕，胖虎不让收，说太大了不方便。粉丝说可以让千玺上飞机抱着，下飞机再扔都行。胖虎说不能扔，所以也不能收。任何异样，千玺就悄悄拉了胖虎的衣角，小声说收下吧。于是粉丝才把礼物送出去了，真是暖心的异样。千玺那位粉丝应该很高兴吧，异样千玺他什么都明白的，他知道粉丝的心意，知道粉丝接机的不易，所以他不想辜负大家的每一份祝福与礼物。也许这一刻异样千玺与粉丝不再是追逐与被追逐的关系，而是可以相互理解并肩前行的人吧。暖心的易烊千玺与你们都要加油，一起走向更远的地方。